好的，比赛开始啊，这是今天的 C 组小组赛啊，败者组的第一轮，输了就出局了，赢了可以继续打。蓝色的是小凯，黄色的是芒果哥哥啊。地图是海龟岛，这张图其实还是 UD 蛮喜欢的一张图，哪怕是打兽族也不落下风啊。福风问 1.27 还是 1.36？ 1.36 啊， W3C 平台。我在想芒果哥会不会首发恐惧魔王打打小凯，因为小凯特别喜欢跑家嘛。有观众问什么赛程啊，第一天就败者组，小组双败，四个人打出两个人啊。小组双败不是淘汰的双败的败者组，我们是有小组赛的啊，而且我们还有海选赛。就是我这边办比赛的宗旨就是，哪怕说有些观众说这个啊，你就是只请水平最高的这个八个人来打就好了呀，这样流量比较高，但是你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其他选手八个人以外的选手长期打不上比赛嘛。所以如果你们能打出来是你们的实力，总归要给这些选手一些表现的舞台和上升的通道，至于你打不出来那是你自己的本事的问题，对吧？啊，还是选了这个 DK。 嗯，芒果是谁？芒果是咱们也是抖音直播的一位魔兽三的这个主播啊。哎，一下子滑蜡时候出错了啊，出了一点小问题啊。他这里应该是手动一直在拿去点那个金矿，所以长时间内是四个人采矿的。就手操一下，手操一下的话能提高一下采集效率。可以短时间内四个人达到五个人的效率。还是一个猎头打法啊。上有观众问，上将宇文文打完了？对，上将宇文文在预选赛和我们现在看到这家正在用兽族的小凯分在一个组，然后那个组还有安吉啊，他和安吉都被小凯给击败了，所以是小凯晋级。哎，他不拿个狼去把那个打掉吗？你说这个家伙是吧？还是等会现在去拿一只残血狼，追求一个 MF 的速度去。哎呀，这个士森是要杀了，这个士森不杀隐患很大的。哎，一龟杀二狼，啊，现在拉了一只狼去找那个士森了。在右边，在右边，哎，看见了，白天能看见。对，这个是必杀之，他去探路了。哎呀，因为他不知道亡灵在哪个地方嘛。这个士森老杨说的危险呢，主要来源于就是，如果亡灵想要下水道的话，啊，这个前方的士森会一个是打信息，第二个是直接可以造塔。这边的话，兽族还不知道是一个猎头还是一个这个飞龙，他有造兵营哦。BBC 为什么自己不上？是不想抢年轻人的饭碗吗？哈哈哈哈，你说的很对，哪有自己办比赛自己上去打的啊？可能也有，有些选手办比赛是这样。我嘛，就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有兵营吗？他有的呀。啊，没有啊，我还以为他是猎头呢，原来是跳科技打法。你这打法很容易被就是亡灵二发一个中灵英雄打死的，就 DK 加兽王一波把你打死。看看芒果会不会采用一些激进的打法吧。有冰塔吗？有没有冰塔？有一点变好了。哎，可以，他是狼一人动一下子的。风神930说，逼叔为什么你这里的影像这么清晰啊？直播间有其他兄弟觉得我的直播间会比其他主播的直播间要清楚一点吗？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开到原画画质以后。好了，最佳第六人回来了，这波骚扰无功而返，就把那个士森杀掉，原因就是你把他杀掉，他就能回来变成最佳第六人。像你这种过来杀农民的打法，他如果有一个士森的富裕的话，你这打法就不成立。人家多一个士森你杀个无所谓，那现在等会马上就可能要三级打你两级了，他不用回来了。本来他如果是五个农民在这里的话，他肯定有可能还要稍微担心一下。比如说你先知的狼加闪电啊，是不是会秒我什么之类的。他多一个士森他就不用回来了。打出了两次坟场啊，还是有一定收获的。对，这坟场也有用的，因为坟场没坟场的话造不了蜘蛛嘛。没有蜘蛛的话，这个你网的科技也会慢，对吧？对，网的科技慢，我的飞龙能嚣张的时间就长一点，再退一次。对，你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出飞龙还是出这样子一个啊。哇，已经三级了，身上没加速啊，身上没加速，再追、啊、但是被狼卡了一下位啊。可以，小凯这里狼的精致卡位让先知逃出来了。
这马王哥哥，这里这个三 TDK 没人能够粘住这个先知、嗯、小操作上被这个小凯小压了一头、嗯、对，这里粘住你的话先知就交回城了。嗯，有观众问这赛季赛制什么样子，跟上赛季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啊，只是把决赛的 BO9 改成了 BO7， 然后胜者组冠军那一分不给了。不要觉得我是针对 happy， 我在思考这个变化的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想 happy。 一发 C 打断你的小回篮、啊、再套个药膏。嗯，现在打不死，现在因为小歪有妖术保护了。嗯，这一波王林现在比较痛苦啊，因为家里面坟场一直没好。嗯，商店又来啃了两下，二发是选择了无药。啊，直播间的兄弟们记得给我们多点点赞啊！哦，直接升三了，特别是 PC 端的观众啊，摁住 Z 键26个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母摁住不放，瞬间可以点3000赞啊。对，如果说前面打精灵的话，小凯可能还有一丝丝不是那么熟悉的话，现在打这个兽族应该是很熟悉的。嗯，这边小歪没有在第一时间用变形术啊，第二时间用变形术，但是对方有个斗篷，你真杀杀不了，哎，醒来了马上隐身。是啊，你也不可能这个时候有人走去买粉的啊，然后他在隐身状态用 C 抢你的东西，你还真不好防。不敢现身的，不敢现身啊，他怕第二个妖术要被打死是吧？你 C 出来就死了，不好死，嗯。哎，这个不练了，嘿嘿，我先去练组小的、啊、你在那里站岗好了、啊、你站着站着好了、嗯嗯、不就是被你抢了个怪吗、嗯、我也能接受的。嗯，这亡灵是天鬼和这个蜘蛛造了一个天鬼、嗯、还是选择了出一个天鬼看看情况。嗯，不过他其实已经看到飞龙了，看到飞龙的话没必要只出一个天鬼，可以出两个了、嗯、继续造下去吧。他留着钱是干嘛？他留着钱只要直接招三英雄吗？还很早啊，留了好多钱，芒果留了500块650，对，他留了好多钱，三英雄还有蛮久的时间。哇，这第二个天鬼好慢。嗯，出了一个天鬼，现在是第二个在造、啊、好，粉了一下，看你 DK 是不是还在这站着、啊、是是。哦，好东西啊，这个好，这个好，符文护腕啊，加强了这个在对方的亡灵秒杀技能面前的生存能力。第六天魔蛇兽连续 NZ 有用吗？有用的，有用的，但是差不多一个小时3000、别不用找砝码，就是你用手摁10秒钟就行了。对，然后满了3000你要等一个小时 CD。 哦，这边狼骑抓过来啊，宝物都不干净啊，宝物先不要着急捡这个宝物，先打他的东西。对、嗯、这宝物迟早是你的。是，哦，这个飞龙要小心，要是被变成妞妞你就回不去了，变妞妞，哎，变成妞妞、啊、猫头鹰、啊、这里就是天鬼慢在卡位。哇，小操作升级了，毛毛哥哥第二个天鬼想心事了、嗯、所以导致自己天鬼数量有点少。这一波因为前面压制过这个坟场，所以亡灵的这个空军不论是天鬼还是蜘蛛都有点慢。有人说没事，如果 happy 在败者组上来没有人带节奏，说胜者组不给一个小分就行。这个就是赛制怎么定都是有它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没有什么必要带节奏。我的直播间就是那种乱带节奏的，就一次禁言两次拉黑啊。现在没有目标爆了啊 ！NC 连击秒你，一换一，如果爆掉是最理想，对方不拿经验，对吧？哦，巫妖，巫妖一瓶血啊 ！C 先 C 到了，对，先知没蓝，他是变巫妖打巫妖，所以 DK 是有蓝 C 的啊。死了一条狗，这边红血飞龙拉开再往打，这是小凯打亡灵的一个成名绝技啊！这一套操作顺序他非常熟悉，包括什么局面下先打哪个目标，这个流程他已经是背下来了。他这个自爆实在是，这个自爆不送就好，虽然还现在还是优势啊，确实还是优势。嗯，再往吃了血瓶 ，DK 没有蓝，这个巫妖感觉有可能要挂，但是那个狼骑红血往完之后也没有 CD 拉开了。但你 DK 不小心也有可能要挂，对，他等狼骑 CD 回来给你打个探头回马枪你就很难。这波还是亡灵被吃掉了很多的部队啊，四条狗一个天鬼一部车，而兽族的损失只是一条飞龙加一个这个啊，强买三英雄吗？这你不是要死在这了？哦呦，这两个英雄都有危险。对啊，他想 DK 冲出去强买三英雄，直接打出了 GG 啊。这个小凯打这套真的很凶很凶。好，我们恭喜小凯1-0。
好的，欢迎回来啊！积分先给大家结算一下。就小凯这个兽族，其实懂得亡灵都懂，你就会打这套东西就行了啊。好，谢谢 Never 周同学送出的人气票520张啊。嗯，感谢 Never 周的520张人气票。哎，那天聚会的时候 Never 周也去了，对吧？而且 Never 周好像是跟老杨在那边玩那个魔兽争霸三次走棋啊。我这边是跟网吧老板格斗，然后后来老杨也来了，我们俩一起击败了网吧老板和他的搭档，嗯，让网吧老板送出了大量的水果拼盘冷饮。好，老杨帮我们来复盘这局啊。啊，这盘芒果真的可惜啊，就是。先知到亡灵家里面没骚扰到什么东西，只是打退了几次坟场的情况之下，三级的 DK 回来居然没把那个先知打出回城，那一波那个就是小凯的操作是完全压制住了芒果两只狼的这样这个召唤之后，把 DK 的路完全给堵死掉了，就 DK 根本就没想到那个他会被狼完全堵死掉路。三级的 DK 啊，追一个大概只有200点血的这个先知，他大概还能扔三发 C，结果就是因为被狼卡位，所以追不到那个先知了，就太轻敌了，他没有提前走位，你应该提前走位先去判断的，就那波先知唯一的活命方法要么回城，要么拿狼卡你的位，他只有两条路，那个时候就有点就无脑追了，就右键点一下等着技能 CD 想要丢技能，结果被无限卡位了，那一波好浪费啊，因为你自己家里面还是被骚扰了，就坟场慢了很久，然后后面就是已经明知道对方是飞龙的情况之下，出了第一个天轨之后他不造了，你那里攒钱是为什么呢？比如说那个时候你三本好了，你可以停下钱，你说我马上就要买三英雄了，他大概有500-600块钱的时候，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再造，就那一波莫名其妙被兽族是双兽来在铲飞龙，你是单兵营不造天轨，好了一波被飞龙骑脸给打死掉了，你本来应该能有个比如说可能四条飞龙打个两个或者三个天轨，我觉得都能打四条飞龙打一个天轨，打完之后第二个上来了就一个个上去送了，所以就芒果这一盘的中间这个节奏啊就很差，英雄的操作输小凯，中间然后自己后面部队的运营有钱没有转化成兵力，主要这两个点吧，结果就很快这应该就是第二天天一亮被兽族一波飞龙起点就给打死掉了。好的，然后场间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百瑞园的枸杞原浆啊，给老杨两袋啊，好的，然后给老杨两根吸管啊，兄弟们，上次买完的枸杞原浆应该算日子差不多喝完了啊，喝得好可以再继续来啊，它是一盒有这个30袋，15袋红枸杞，15袋黑枸杞，黑枸杞是蓝袋子装的。红枸杞是这个成袋子装的啊，白天喝红枸杞啊，晚上睡觉前喝黑枸杞，这样安排是因为它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和功效啊。然后百瑞园是这个来自宁夏银川当地的一个枸杞的知名品牌，好吧。然后枸杞的功效嘛，大家都懂的啊，我就不展开了，因为直播间曾经因为这件事情断流过十分钟啊。反正对咱们直播间的人群正好是非常适用的。哦，感谢上海第一教父送出的花开浪漫。重彩之旅说，我都是把袋子拦腰剪断喝，那不是直接标出来了吗？撕一下上面有撕口啊。他可能剪的口比较小吧。不懂，愿闻其详。嘿嘿，你不是勾引我犯错吗？而且明天直播间，因为还没到周末，闹闹不来，但是我们要来一位客人啊，一位女性客人，对，一位单身女性嘉宾。对，然后可能会和老杨搭档一下啊，然后就是跟我们百瑞园枸杞有关的，好吧，一号链接啊，这个特别适合咱们直播间的观众，就是直播间我们的是97%的男观众，然后加上哎呦暴露了没有女观众这件事情，97%的男观众加上这个65%的30-40年龄段的观众，所以喝这个枸杞对咱们的身体确实是有帮助的啊。OK， 准备进下一场啊，福袋再来一个，兄弟们可以卡一波灯牌，点一波赞，然后积分预测再开，小凯对芒果一定要解决好，就是对方这套先知飞龙打法究竟如何应对啊？好，我们进比赛 ，Let's go。
OK, Ladies and 乡亲们，欢迎来到 B Cup 的第12赛季啊！我们新赛季的第一天 C 组的小组赛，目前打的是败者组第一轮，输的就要出局了。蓝色的是使用兽组的选手小凯，黄色的是使用 UD 的选手芒果哥哥。芒果现在是0-1落后啊，对方已经拿到了赛点，他如果这局输了就小组第四了。小组第四的话，下个赛季如果要参加就要打预选赛了啊。所以尽量就算哪怕淘汰赛出不去，也尽量争取拿个第三，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下赛季可以连续的参加啊。好，兄弟们，一号的这个链接啊，我们的百瑞园的这个枸杞原浆啊，大家可以果断下单。还是先知，就这么早的战争磨坊，有可能是猎头，也有可能是飞龙的。比如说他在升本的时候，他可以这里造兵营，造兵营。看的就是兽族现在的话，我觉得兽族现在素两本科技还不错，就是他的要么出猎头，要么出飞龙，还算有变化。如果你亡灵侦察不到位的话，会吃亏。那前面一盘的话，主要就是三级的这样子的 DK 没有追死这个两级的先知，或者说没有把先知回城给逼出来吧。好，进来看一下，再升本了，第一时间没有看到兵营，那先躲一躲。理论上来说是会派一只狼把他给追死掉的，原因嘛也说了。因为你如果第二时间到这个亡灵家里去杀这个士僧的话，那就是他如果没有这个后备士僧的话，那他你如果杀一个就可以赚很大便宜。另外的话，就是因为他会不停的到你家里面来看你在干什么嘛，会在你家里做一个压制侦查的。兽族这里很实惠啊，练两组四二的海龟正好200点经验，两级之后看看会不会来亡灵家里吧。哎，到分矿这里走一遭，那边在双线练级，马上就能有一把闪电了。哎，升级了，抢一把闪电可以的。哎，这里就是打一个节奏感的变化，你看着我是一级，但是我那边两只狼在打那个海龟，杀掉之后我立刻可以升二，这样的话抢了亡灵一个经验，又杀了一条狗，哇，这两把闪电还不错啊。要么塞一个狼，不舍得，一定要土皮皮死他，放弃了。强练这里啊，被抢了一个怪的经验，加杀了一条狗之后，看到你先知没蓝了，过来强练这里。这里是很难阻止的，把球稳直接死亡缠绕拿掉啊，伤血多了先走啊，该加就加，死亡缠绕排队啊，那等于是一条狗的代价换了个蓝胖子，还行，还能接受啊。家里面有没有第二时间补兵营，还是造了兽蓝？但这盘的话，亡灵的这个坟场就没有受到这个骚扰，不论是蜘蛛还是如果你想 rush 的话，都能够有这样机会。就是现在亡灵保留了一个二英雄中立英雄一个 rush 的变化，看他会不会这么选吧。目前有八条狗，还有个吼叫。哎，其实我觉得有这个吼叫可以去 rush。 我先走，哇，超远距离加了一发，但这样子的话先知就一把闪电了啊，强烈的经验啊。你救了狗的话，你那个螃蟹的经验或者那个龙虾的经验就有可能被有先知抢了。哎，又被平 A 追死了一条。
师森竟然看了一下双兽蓝。升三了，还是没有选这个二发中立英雄的这个 rush， 还是选择了升三。然后又通过前面的侦查发现你是双兽蓝不是猎头的话，那我就不招黑暗游侠了，还是出这个本族英雄了。这里说老实话，我觉得亡灵DK不用在这里待着，这里练完你肯定能到三，那你这个时候应该DK拍马往这里来走呀，三级DK先到前方去啊。这你在家里待着的话，那就继续练了，再练一组吧。啊，既然在家里待着，再练一组吧。哇，想练这里吗？骷髅过来看到了，就是飞龙。稍微往后带一带，后面的部队都享受不到光环了。这里你也没有巫妖，你冲这么前面干嘛呢？就一般是来说，这个时候就是英雄过来是好的，英雄过来的话，这么强壮的英雄一般是死不了的，但你狗带过来的话就要死啊。变掉你，伤害还是挺高的。天鬼还没到吗？他天鬼放在了家里，天鬼没有跟过来打飞龙啊，天鬼一般是要跟着巫妖走的。有血瓶，有血瓶。天鬼没有跟着巫妖过来，天鬼放在家里了，奶了一下巫妖，他打退再走。嗯，打退了，还有一发，但不要被变到啊。杀DK啊， Nova 了一下小歪减速，嗯，然后继续带着跑。DK 这里其实挺难走的，有小歪可以抄近路的。小歪去抄了，但是应该还是追不上。嗯，如果都能逃掉的话，那这一波还好。嗯，毕竟退了矿一次啊。嗯。好，该奶了。对。他已经其实没有变形的蓝了啊。狼骑。但是狼骑来了，哎，还有一发 C、啊。有没有十字围？天鬼来了，天鬼别上了。还在前面卡位。嗯。再 C 一下。嗯。狼骑 CD，但是车到了。对，狼骑 CD 有点长的，有点长的。嗯、再往住，其实歇再奶一下，这应该活了，应该死不了。还有人卡位，哎，吃血瓶，吃血瓶，吃血瓶。哇啊！这一波逃亡废了两个血瓶，扔了四次 C 大概啊，然后扔了两瓶血。嗯嗯，好，重新再开，退过一次。那这一波交换的话，嗯，我感觉往里小赚吧。毕竟把一个快造好的基地打退了，而且自己英雄没有死嘛，这运气不错啊！天鬼都没有带过去，这个出什么门呐？哎呦，天鬼要被杀完了！你没有正面作战兵力的情况下，不应该随意出门啊！他狗和这个天鬼没有协同上来，是啊，刚才第一波狗没到啊，现在被对方逐个击杀，那这把又没了，这波亏回去就真的没了。对方出门的时间点真的好差。嗯，球也没有买，第一时间就出门了，有点就差了可能一秒钟。打对方分矿很着急，这样对对方飞龙完全没有构成威胁，对空的单位已经快死光了。啊，这个还贴了个药膏，他还跑掉了。哎，哦，没跑掉。嗯，这一波亏了两部车的。嗯，两部车，然后两个天鬼，两部车加两个天鬼，两条狗，人家只死了一个飞龙，血亏一波。出门稍微着急了一点点，球没有买好就出来了。嗯，涛哥说我想看 Happy 怎么打小凯这种战术，那得小凯先能竞争这个淘汰赛啊，有点难。这个小组首关的两个暗夜很强，尽力和这个来福。DK 的话，哎，这个位置有点尴尬，这个 DK 可能要死在这了。半边被卡住了，他对方有狼骑有飞龙，他也买不了飞艇。GG 啊，这样很可惜啊，2-0。小凯可以继续征战，但芒果哥哥小组第四已经出局了。